抄回来呀，不 A 了，平 A。抄回来呀，为啥呀？啥意思啊？为啥是掏不回来啊？你给我掏回来，平 A， 平 A， 再平 A， 掏回来，七走了。他升了，平 A， 平 A 炸，掏回来 ，G A， 平 A， 炸 A， 掏回来傻眼儿 ，G， 炸。掏回来 ，W 西点炸平 A， 那 E 是没用的，小伙子。哎，我掏，哎呀，炸！我回家了，舒舒服服的，我们回家。我看看出点啥啊、哦？行吧，就这么除吧，来个皮牌先。我把这蛋吃了。我听到他们在喊我的名字，这样的一人。掏回来，爬不了西炸，再掏西炸，这五级大师也不还手啊！掏炸爬不溜。这样炸，再这样掏回来步步刀炸，我有饼干没事啊，平 A 控一手线，我们有小饼干，五阶大师挺有意思啊，下回他不往上上，我不掏他了，我老预判他掏他老不上来，猥琐的要死，你不上来补刀算了，你不 A 兵我不掏你 W 七，吃完小饼干接炸，平 A 死了，还越打，兄弟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哎呦我这三个兵不个屁，是成塔皮，这 W 技能伤害这么低，
压。来个仪式的章节，配上一首《黑暗封印》。僵持不下，真是怪事。W 挺鸡肋的 ，W 还鸡肋呀。他炸这么远，这玩意儿了。泽拉斯的大炮都没这么远。掏回来 ，W 吸炸，哎，为什么没吸呀、啊？是因为吸能给我挡掉吗？炸 ，A 掏，炸 ，A 开大招，吸致命点连接炸。哎呦，好帅呀、啊！这，棒！这是给我的祭品。好爽啊，爽吧？爽了吧？谢谢加勒7284的电音小子，我们可以去中路炸一手，掏回来 W 吸炸，来支援一波。把跳弹打了，在这边掏炸，他指定是要干这黄子，你知道吗？漂亮，这不我的双 buff 来了吗？炸 W 给到炸平 A。平 A 呀，平 A 掏吸炸 ，nice。走，回上路。无敌了，兰陵汉的苦楚了。我生在贵族之家。炸掏吸炸给大招平 A， 炸接炸，得了得了，胜利在望，他们的身份真的是无敌啦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还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呢，真的。我现在吧，我自己给自己加了点难度。炸！再炸！平 A 炸，点炎掏。我现在手上有个手指，啊，我的手感不是很好，我的手有点出汗。所以导致呢，我拿了张纸垫了一下我的鼠标，也导致我的手感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好，你知道吧？猎木，哼，猎木了。为啥出汗？因为太夜了。
这屋里头太野了。武器大师上哪去了？人不见了。炸一手这小驴人，让他少补两个兵。我炸了14块钱，那也没人啊，这上路啊。W 泉水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，那得往前点儿。等一下啊，我再升一级应该能看到了。挂机了。那我炸着武器大师，我这不是无限加血吗？那这不永动机了吗？我再炸他一下回家。他一炸还炸俩。那我就在这炸吧。刷被动，蓝 buff 没有啊。我炸一下加五点血啊，炸一下加五点血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又是乌鸦呀，啊，乌鸦呀，乌鸦一天玩一把，还又是乌鸦，哪来的又啊？这个又字从何而来呢？你挺厉害呀，嗯，你挺厉害呀，你们敢过来跟我打来？叮，闪现炸平 A， 靠，居然倒了，哎，蓝莲汉倒了，不过我们美甲窃魂卷并没有掉层啊，还可以接受。911，我们这报警了。
再过去炸他一波。那猫也挂机了。哎呀，这要拆我上路的塔肯定不行啊！我们得那啥了。保时捷。哎呀，一想到保时捷，车是不可能买了。开车又累，又没有驾照，车还贬值，还得加油，还得保养，算了吧。炸！小妹妹说：“为什么要野我？”你俩又杀我来叮，掏，打不了 A， 炸炸 ，A， 炸炸，野我，就这么两个小玩了，你也敢野我？加血啊，掏劈开大开投降，最后炸一下打个眼，不行，不能玩乌鸦这种英雄。